王者，以天南地北寻找自小因战乱分离的小妹，不计一切代价。有一名侠客，伊为保护所不失命，被反到对上的女主，不惜牺牲性命。有一个精灵，伊切苦一心，心怀魔天，但无人想让伊活命，不禁从天垂怜。因一路兵要结十五轮，必要时有时随风一兵独钓，可能自主连国外机会都不能留。让你做东苗弯腰吧，众人杀！绝一情，绝一情，断一魂灰，再接轮回。有情赎罪。听片段，断那三千七年，对花烟。烟若不凋红莲，花若莲，莲在水月之间。镜流连，梦回曲水边。看烟花点出月圆。现在我被武林正道人士以及邪教派门联合对杀，可能我途中退离，尚未出世就成了众所憎恨的对象。我是何该自我了断呢？魏延子，我不相信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言就要定我母子死罪。为了保护我的子嗣，我只能含悲忍辱继续逃亡啊。姑娘，你不用再逃了。是谁？温温是我招红万世太古仙，伊着青山随世事，欲以高尚志扬天。乃武当派掌门玉虚真人，姑娘，你途中的魔灵之子是万高必夺的对象，你认命吧。嘿，我途中的体质是无辜的，王慧玲是修道之人，怎可如此肆意妄为？阿弥陀佛，杀一人九千万人，我唯一。大师，请放阮无惊一条生路吧。
手，谁敢当伊，我必杀之。无人花出手，苍茫大地一片尽满坡，无处繁华新花落。夏以混沌千湖难修补，正是他人扛秋末，夜分一刻，不管曲中人故散。一旦一路起势悲欢，可巧我命由我不由天，此路乃是我修为，谁敢当伊？我以为是谁，原来是八叶精灵族的小王。你可知这位你口中的小妹，胸怀精灵与魔族之下的被四魔灵之主，由两魔灵之主出世，不知恁精灵一族经过星洲大陆，魔灵人都黑脚，这个效果你恰逢星球崛起吗？啊，魔灵之主，是阿弥陀佛，为天下重生。恰逢你那师兄一己之术保护你的小妹，将两精灵一族也成为万高功德，最后众人也难得被魔灵之主灭绝的命运，你对得起你族人，把天下不归重生吗？怎以至此？啊，我就给你一个机会，亲手杀了伊，阮众人就不追求你今天的目的。精灵一族可保安全无虞，是我恰逢一生任务，祝阮行事无愧于天。如今却需要求任自己失散多年的情小妹，奉他无灵魔灵之主吸收天下的灾劫，引我无人之人离去，精灵一族也将成为魔灵公敌。杀他！一生献媚相连，要我以心何忍？催损献媚多年，想不到今日初见面，便要我亲手杀之。天啊，为何你和我这样难敌最为气人？啊，罢了，真不巧，为了天下众生，为了大局，我只能大义灭亲。魔灵之主不能留，想不到你的最初决定，我也一样抱歉。为了我多中的特质，我必须反抗到底啊！来世再追我小妹吧，我叫。是你随风兄弟，丹凤兄，你忘了你多年来千山万水付出多少代价，想找你的小妹，为何一找到就是痛下杀手，发生何事？随风兄弟，让开，我非杀他不可。我不管你有什么原因，我不能让你堕下永生后悔的大错，得罪了漫天有数随风起。啊，哦哦，兄长快追。
平定武林，希望你甲兄弟拢利用平安。我是不能因个人小爱害了所有族民啊！回转北域，静等消息。为何救我？可知我途中的体质，乃武林中人人欲独之的魔灵之主。稍后就有正邪两派人士对兵赶到，我无想连累众事，请速速离去吧。在此之前，我未听闻你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需要以死相强。更何况未出生的地主何故？虽说魔灵之主就无教化的可能，我柳树随风，今日无上姑娘便是有缘，任他凡事庆祝，为你安慰一轮回，我亦甘愿。对兵顺移便止，请姑娘随我速速离开此地吧。感谢众叔啊！回起来。哦，连你也要英雄救命吗？好，让你做东苗弯腰吧，用人杀！我动了，谁的话足球？是我兄弟啊，怎又无予我有表现的机会呢？注定不必鉴定，来的拢是武功高手。你的身体虽然耐怕，但硬拼是为不得。看烟雾弹啊！见了，烟雾之中被人救走，将人堆啊！
让我以轻音助你速将曲吧。伤心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江湖之大，总有你良心之处。夜路风寒，为了你多中的体质，请进入山洞来休困吧。我甲我多中的体质，心受命天都无法确定，为何苍天要这样对待我？姑娘切不相比啊，我爱到希望，千万唔通放弃希望啊！以目前万教界必杀姑娘的情况，确实是难解。唯一的方法就是让姑娘炸死，这需要魔鬼玉虚真人这样的前辈高人。敢问公主有何妙法？我年少时三拜师江南三分中主，曾听师父提及有心外化身之术，只是处罚太过艰难，需要上请五师下山相助。那咱要斗阵上江南三啊！我下山时，师父教我一粒金龙珠，要我遇上难关时，将此珠抛向空中。师父建筑工就会尽快赶到，想未到你如此多才多艺啊！那快请你的师尊来帮忙啊！银龙开工，明珠传信，姑娘，请。
怎会等这久也未来啊？敢会是献帝你的金龙珠藏伤久，过期咯？不可否认。桂南山，披露萧疏存血寒，老过金辉来之母，高丽玉叶助竹竿，花影白荷歌新曲，柳雾青鸾舞翠环，初夕鲜环多玉石，雕魂一派透天欢。拜见师尊，不用道理，你的问题我记明了。但生活化身之术，本性不难，难在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生活化身，乃以抓人化身进行，关键。是需要一个自愿对化身原主献出半魂之人，献出半魂，那岂不是叮当献出性命吗？除了父母亲人以外，谁最高啊？我半生飘零，无依无靠，为了挚爱，却是流水无情；为了兄长。却是见面就杀，这世上有谁愿意为我牺牲呢？我愿意。随风公主，你不可啊！你已经为我付出太多。我不能再让你如此牺牲，这是我心甘情愿，我不惜一切也要和你周转。你的心意我了解，但我已经非清白之心，而且人的心只有一粒，无法同时分乎两个人，我对不住啊。姑娘多心了，我对姑娘绝无非分之想，只是我与丹凤兄情同兄弟，伊的小妹有同我之亲妹，换作是伊，也会如此做。处罚条件虽行，但我必须告知你凶险之处。若是抓人化身被毁，半魂散离。你也形同死亡，所以化身可亡，但务必保护其躯体完好。临救姑娘脱险，再大的风险我拢甘愿承受，那就随我入来施法吧。感谢师尊，那我就负责传信玉玺真人，要因明日午时。在李金峰了解一切，那就赶紧进行吧。Thank you.
龙啊，距离回来之后就这样一直焦躁不安，是有什么事情困扰王吗？随风公主怎样无甲你斗阵回来？你感应到的精灵之力，确定是降雪公主吗？啊，一言难尽啊！事情便是如此。王啊，你自小生我一手带大，无人比陆心更了解你的贴身人秀。随风公主在你心中的地位如此重要，加上失踪多年的降雪公主将伊献身，老身支持你的任何决定啊！我担心会为族人带来危机，我不能如此自私啊！族人之安危有老身的人，王不用担心。都是随风公主现在为了救降雪公主，成为万教公敌。伊这样牺牲的原因，大半是为了王啊！这段时间以来，我的观察、了解你、信任你，愿为你效命。这世上虽然如随风公主大意，若你无去救伊，恐惊会将心为憾啊！感谢诺诺。请召集族人速前往安全的所在，让我幽冥回来，再设法与众人联络。王啊，快去吧，再慢可能就来不及了。我诺保重。无情何必生疏事，有何将书泪初心？王啊，情是一字无人清，当时情也是人生必经的关卡。老身期待你与随风公主与江苏公主三人带领平安归来。救柳树随风的小子，我先要咱二弟人风谈话，情势不足两日。不管如何，今日众人该在此，绝不尽量妖女走脱，因一路边就急杀不论。必要时，柳树随风一并独雕。独雕，我认为柳树随风乃结义之辈。请道长无赶尽杀绝，这有违正义之道。阿弥陀佛，一家一人独自前来，可能有诈，咱不必小心，莫让伊有机会走脱。斩罪扬州是你老，得胜挂嘴紫金球，三万尺。水千丈，情渺渺，梦悠悠，
一双乌蝶望灵通，静将静随柳树风。哼，小子，你将伊修通了吗？要将魔灵之主交予万高联盟处理吗？当然不是，我只是厌倦了多蒙，想要找寻一个彻底解决的方法。哦，什么方法？请万高联盟派出三名高手与我对战，只要其中两条我败了，我就无条件交出库内蒂亚，任凭处置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魔灵之主欲出世，不能血劫降世，亦不可一错再错啊！施主，善书吧。想不到你天经的良人想怜悯你，提出这种提议，我无法接受。来人啊！将因两人到阵处死。看，王妃少林武当为武林两大门派之首，竟然连挑战也不敢接受，贵为小帅说啊！亲修必按九会教来亲红传基因众生道
来必安本无安，魂落望穿又再穿，醉里不敌烟波寒，梦中亦是应会寒，定是人离水再乱，红砖一落人泪干，莫叹人间魂暗淡，何地相思上凌乱。愿你用你的魂魄教我伊的半魂归心吗？虽然我无法勉强自己去爱你，但我愿用一生陪伴你。用黑棍之手，相望以江湖，我此生无憾。